肖战，许晶晶那封信就是写给你的。关上灯在哪儿呢？啊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高湛不就在你心里边了吗？同学，转红灯的没看见？对不起，你干嘛呀？我没收罚你的款啊。罚你维持一下交通秩序。啊，不行，我还得回去上课呢。你抓到下一个，我就放你走。许晶晶，你干嘛呢？当良好市民呢？哎，我给你拍张照啊！是，康经理，看我呀，看我，看我！哎，昨天害我，今天还想害我！哎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快，快，快，冲我笑一个，笑！哎，叔，他寄了遥控信了。哎，高湛，许晶晶那封信就是写给你的。高湛在哪儿呢？啊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哪呢？高湛不是就在你心里边了吗？你等我回去再收拾你。哎，闯红灯了，闯红灯了！人都走了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陪你聊会天。我问你啊。你昨天在陈老师办公室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情商是真低还是假低啊？你看不出来我是在帮你吗？你帮我，你也不用把我说的那么卑微啊。我要是不那么说，你对高湛那些小心思呀、啊，全都暴露。谁喜欢高湛呢？没有不是，绝不可能。哼哼，许晶晶，你跟陆小白他们说的那些话我全听见了，草履虫都比你复杂。变态吧你！你怎么偷听别人讲话呢？我要是没听见那些话，我怎么会可怜你呢？我又怎么会去陈老师那儿救你呢？唐家伟，你不觉得捡到我那封信的人特别可恶吗？还把我的信放在别人书桌里，为的就是看我们笑话。那怎么办啊？找到他。怎么找？Yeah.